Hello，早安，我等下走过去哦。OK，过去啦，走，走。哦，为什么有大便的味道？哎呦，你那叫炸！你叫炸！你是叫做来看？我惊惊的，人惊讲唔知有要开啊，无要开的啊，就是较早来啊。女人惊讲风台唔知有要开啊，无要开啊。惊人讲风台无开，较早来。七八七八，挺好，挺好，好吧？你是几啊？大家早啊、哦！空的。你要上班？上班。早安，早安。早安，早安。早。来早起来呀，对不对？同学，雾妹妹早，方方早，丁小雨早。我现在先麦克风先关，先插，先把它关掉哈。这样子，我跟你们讲话，你们其他听得到？会啊。啊，大没多，大没多，没多少人。等等，大方方，你要这么早来哦？因为我这么早开是怕说，人家会以为台风天，不知道台风天有没有开，所以我先早点来，让大家知道。今天有。卖，你才三千五，三千多哈。我因为我是怕，因为台风进来啊，怕有昨天就有人在问今天有没有要开，直接用拍的比较快，不用回答。来。今天最大的啊！以前是目前是上多大呀？你都还没搞吧？
发烧，发烧之前，开始之前咧，未得补充吧。啊，边啊，一死一死先。等你早安，哎、欸，你们是都没在睡觉的、啊。老实说，我5:10到了。你好。啊，有啦。也不让回母鸡而已。也让回母鸡而已。海菜，好久没有海菜了哎、欸。海菜，海菜有吗？啊？昨天有。昨天听说在东兴市场有海菜，今天没有了哈。没有了。没有啦。没有啦。要还你。东兴市场的代志莫讲啊啦，东兴市场怎样啊？啊，你今日来，今日来龙门，龙门一礼拜就几千就出来。啊，我早老等下真正的就过来啊。你是西米国的哦。海菜好像昨天东兴市场有。今天这边没有。我家摆啊，黄宇，我家摆啊。故意不睡等我，拜托你们要睡啊！昨天是，我昨天是因为跟我老婆聊天聊太晚。那跟我聊天聊到2点多。公仔刀。爸，我流血啊！你两爸。哦，始终你安尼，始终都让我失踪。啊哪？你讲你讲像 BP， 还是没屁人啊？咱做一个用心服务啦，你讲，咱这是，你根本搞的，你根本做百年企业，你这做做百年企业没？百年企业，你别传到恁孙了的啊！他不想我们心。安啦安啦，我安哪啦？我过安哪啦？哎，下班就靠我，来从阿里弄电话，我电话。阿里弄电话，你开车。你到看山，然后再讲，再你讲开车，然后最近12点开车。啊。阿勇，等我，我伫度我看看到。哦，好，家你们去的，安尼。今天不是台风天吗？今天台风天，我昨天有看新闻，就是说风雨大概8-9点以后开始才会进来。所以我们在8-9点前要赶快卖完。对啊，今天7点我都要卖了煞啦。对啊，7点都要当厝的歇困啊啦。当没睡觉都没事，就卖啊。这都当我当哎，当未出两个嘞，不会卖嘞，你唔看咩？对啊。對啊等等，等等，要会啊！无啦，无啦，阿张嘛是，无甲阿爸买买，比较少个。哈哈哈！阿买买无啦，张阿亲戚啊。是我字不一样啊，对吧？不一样。我们说，我们注意，我是讲你搞去多些招。以前我嘛知啊。别，哎，以前没多少，我不玩了，我没。不搞危险的，警察搞危险的。你讲嘛，你那个是在啊？3000几吧。哎，当然，当然嘛，来讲。来，你讲来，见你啊！来，头边来，你嘛来。很大诶，你是多呀？起码开几倍？诶，迄个多少只？没有，买车，你这样，哎。等一下，你的球包还没有位置放呢。你老婆，我老婆球包啊。呀。听说今天8点以后开始会有风雨进来啊，下午开始全台会笼罩在风雨里面，所以他们决定要早一点卖完，早点回家。打风冷吧？哎呀，去放风嘞。还有在几块领导哦？好，那我领导过来。
我想吃吧。啊。你搞回去，没啊？加油他们说你是他们的，他们说你跟他们有关系，有吧？没有吧？过百年七夜，好吧。看一下东仔的，这个人讲的江鱼，江鱼啊，这是黄鱼的，叫黄鱼啊。我把我介绍给你要听啦，来，这个这个来你夹，这树果啊，这个哦，这个，这个白枪、红沙、黄金沙、宝石乳，来江鱼，来江鱼这个摊，别去，不要，你别，你两个我来三百五百来来啊，快买三百五，快买买偌济啊，我两百啊，哎，无，无来不？东北。雨下瞬间打，今天现在还 OK 吗？哎，北头你搞谁嘞？我他无回忆，我记啊，我天哪，回忆。啊，无啥。无了。会被多被多被多无啊吗？有啊，被多有啊。这边去嘞。哎呀，听你了。嗯，我们这里好天气，现在啊，现在还可以。我们看你的直播过来的呢。是啊。从高雄过来的。你从高雄过来？高雄有下雨吗？高雄有下雨吗？没有下雨。听说要半夜三点开车到那里，太拼了吧！什么业务啊？多辛苦呀！你今天等等会很忙，为什么？啊，你他妈几块手？我帮你刷。上面他妈，这里。等下要开始卖，以后我再把麦克风放上去。到底要卖多少啊？你？黄鱼啊，黄鱼啊，吗？不会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等等。等你，等你呀，等你呀，等你呀，等你摆好。好，这个吧，啊，你不睡觉了？没有。哎，他妈那边啊，啊，提供大包。啊，你咁无做你皮的？这是鳕鱼啊，大块鳕鱼，还是鳕鱼头刀？哪位蛤蟆？先来村长。我明天要送蛤蟆最后一程。快过来哦！好啊好啊，你来请几个客人吧。
无汤。早安，早安。你说这样一大包吗？大概十斤的那么多。蛤蟆几包呀？十斤的。后边有六百，有七百了。哎，你好吗，那边？你那个加加多少呀？啊，七百哈。哎，还有几号？哎，老板，这样那边。哦，今日买头。今日买头要多只。哎。没有，安那边。两百一包。两百一包啦。大哥的。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什么？这个。这一包啊。两百一包。没头啊。你做一些喂。挂掉嘞。Hello， baby 早。秀凤早，新加坡六早。方龙早。你无啊？无啊。挂掉用多了，剩几样？无鱼都无啊。乖呀！我包了。好了。哦。回家。好了。好了。今天。Hello， 日本的朋友好。100咯。是啊。要我再一包。我再一包。六百。你多个本啊？你多个本？老板，650。来哦，小林哥早。啊，你要上台了？在哪里？正好，正好。拿包两包。对耶，林总。大概几千啊？Baby， 我跟你打招呼了吧 ？Hello， 早。要不干活？我给你。到头，我给那种干爹一样的。要不就作业。哦。怎么个钱啊？卡布袋。砸波啊！哎，那钱怎么办？哦。好了，我把麦克风装回去了。好，大家早，大家早。啊，那个怎么卖贡丸呀？我这百元。三百个。他那里不贡丸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一百。一百呀。一百呀。我问一百。我这边都一百了。三万几了？不然，涨价挺高的。今天的天气是这样子啦，大概再晚一点，台风往北走，然后全台湾就会开始有点雨。啊，我他宝贝是讲雨波啊，这样子不？雨波，不会，哇，干不干？他就找我帮忙。不要紧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都有几号？都几号？飞机都有几号？过十个。哎呦，几位老板？
我爸啦。是我爸。没有。你爸啦。你喂我爸啦，你喂啦。我喂我爸。哎呀，哎呀，太鲜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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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早啊，大家早，今天大概五点半开的。来，我知道你是得意人心啊。今天带的货好像不多，今天有台风哎。机场有人吗？有人。都是哪个来的？你看看，有空来。啊，我知道。多少条啊？快点，快点，阿伯，这边有车来，你慢点抓紧。这边有车，这边。这边有车。过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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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去打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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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打你